只要用心和努力去做就可以成功。我十几年来都在想着单车的事，单车就是我的生活，是我的人生。其实没想过，赢了奥运，我很希望这个奖牌可以凝聚到香港人，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使命。我觉得跨越精神是每一次当我实现了这个目标之后，就再定一个更加高的目标去突破自己。我想会写一些科幻小说，不如写个单车女侠或者单车超人这样。